本动画由守约私房菜赞助播出。守约私房菜外卖，馋死隔壁小孩的外卖。少在我面前嚣张！炎灵避雷，炎灵命数。挡不着，挡不着！可恶！虽然很不爽，不过刚被他消耗了一波，残血不宜恋战，还是先回泉水吧。哼！嗯。啊！First blood！ 我的衣服啊！好嗨哟！豆豆给打跑，喵喵喵！那你看谁都留不到。计划我和李信先守金屋下路，你在后面大招支援，知道了吗？妥妥的。使我 EX 有腿和炸弹了。炎灵避雷。切，现在没空搭理你，我得赶紧支援花姐姐他们。炎灵操纵，请求支援。什么戏？你人呢？快点支援。马上来。炎灵避雷。气死我嘞。说好的支援呢，小老弟？请求支援。不好，守约和玄策被gank了，快跟我去支援。我先打掉消耗他们一波。别冲那么快，跟我一起啊。喂，放心吧，队长，本喵很清楚什么是值得做的事。二哈们撑住，本喵来救你们啦。喵。怎么回事，小老弟，你是想过来收割残血的吗？喵。天斩。什么辉月？怎么这波居然还留了一个大招？快撤！ Triple kill。 刚才那波操作很溜嘛，不过下次再不听指挥的话，排位就不带你了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喵。微博搜索有人在此，关注我们。感觉都可以开个动物园了。